提提提，人重120斤，牛重1000斤，桥的承重是1000斤，你和牛如何一起过桥？谁面试成功奖金1万？哦，谁先来？小范围，哇，我吹牛可厉害了，我边过桥边吹牛，我然后我们俩就过去了。不行啊，吹牛组加1分啊！来，再来，木头来，就我和牛一起跳减肥操，然后咱就减掉120斤，然后我们就能过去了。我给牛放上120斤的鞋，然后我们俩不是也能过去了吗？好人组加1分，谁下来了？麻花来，每天让牛996，还不给他吃饭，让他瘦上120斤，我们就能过去了。哦，你直接来 HR 上班吧。我下去啊！大姐，我们牛直接过，我就不信墙能塌。有人这样。战争组加1分。我们俩一起过，你可真行啊！我支持你。看谁组加1分啊！来下一个，辣条，辣条来。我把牛做成牛肉干，我还能唱，我吃了有力气，我就能过桥。吃过的，我还能分批过呀。哦，这个你跟他是一组的，合力组加2分。欢迎谁来？野兔。虽然我不知道人跟牛